范冰冰今年6月开始卷入逃税风暴，并于10月初正式承认有望一次10亿人民币的巨额罚款免除牢狱之灾。即便他持续有在更新微博，仍然已经消失多日。范冰冰最近出外时被中国媒体拍到身形明显变得丰腴。就在前晚，范冰冰现身北京某知名日本餐厅，略显发福的她神色有些紧张。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指出，范冰冰在餐厅门口没有立即下车，一开始在车内狂打电话，然后出门时被助理大声叫住，原来是因为口罩掉到地上，让她赶紧捡起口罩，装作若无其事走进餐厅。